各位小金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啊。今天呢，带来我们的僵尸模组，没有错啊。上次被这个新基地给赶出来，那我已经等到晚上，晚上是一个偷袭他们的好时机啊，顺便把他们家的看有没有机会把叛乱分子给偷出来啊。虽然上次偷出来的那一台叛乱分子爆炸，但是我相信过了一晚，他们的载具应该又恢复了吧。好啦，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个喜欢，想要看我更多的影片就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并且要按下全部的小铃铛。那么超级金粉的话呢，就在影片下面留言加一，让我知道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，走了。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带我的伙伴去啊，应该算了，伙伴去每次都是炮灰啊，开着我的爱抽比较实在啊。好啦，走啦。这夜晚又会有跑步的僵尸。哦哟，他们在干嘛？他在活人生吃啊。走了走了，不管那么多了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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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过来，这样子很恐怖。好啦，我记得他那个基地在花园银行大楼的附近啊。应该是往这边走吧。这边这边这边，就在前方而已。欸，不是在这边吗？然后我记错啊，记错啊。哦，在左边，在左边。上次走得非常的匆忙，应该就是在这上面啊。如果我们从二楼去进攻咧，因为一楼的防守其实蛮强的，而且还有坦克车在那边炸，我不想要我的研磨坏掉啊。所以等一下在攻打的时候，我必须要离我的载具远一点。哎，我话说我这台好像不是研磨齁，这台是军人的。哎，你们看这个路都被封死啊。哎呦，那边有三个人欸。远远看的那边有三个。哎呦，哇塞，哇，怎么怎么走开走开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他在干嘛？怎么会有一只跑步的在这边啦？要阻碍我的，你走开。哎，那几只怎么长得跟上次一模一样？我就说。哇塞！等一下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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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生什么事？哇塞！我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丧尸人？你看那几个，哇塞！你们这几个是丧尸人呐、啊？这个已经长得像丧尸哦，不行，一定要先弄死。有一只跑掉，有一只跑掉。啊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你们不要靠过来！哇塞！一堆人追过来。你再来，你也是一样啊！哇，吓死人！怎么还有听到尖叫的声音？完了完了，换冲锋枪，换冲锋枪！我现在看到有警察，哇，这警察被咬了！哇，真的射不死啊！这步枪没有用啊！应该死了吧？来，用重狙。看那个特警呢？哇塞！你再来，你也是一样。你想干嘛？哇！哦呦！想偷偷来啊？糟糕，我被他们特警盯上了，才一来而已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我们先逃，先逃，先上车，先上车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这边人也太多了吧？所以要这样子进攻，其实不是这么容易耶。他这边都封死了。我记得他这一栋有跟另外一栋大楼有做连接啊，有一个空桥，对不对？我就这边，我这边最危险了。空桥是，哦哟。果然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正门是最危险的。我们来到这边，你不要再来啦！哇塞，还遇到那个，
哇，这拿高尔夫球杆还要赶过来？等一下，他们是被咬是不是？哇，哇塞，活人生吃啊！哇，今天的夜晚真的，我觉得要攻占下那个地方其实不是这么容易耶。不要逼我，我们拿一把灭音器的小手枪进去好了。我们进去暗杀，应该没有人发现我了吧？左看右看，潜进他们的基地，这边该不会有缝可以走进去吧？就是这边，这感觉这个墙壁不高啊，感觉一爬就爬进去啦。这种防护想要挡我，哈哈哈哈！哪里哪里哪里？没看到我。你也是一样，好，解决掉了。我们必须要找清楚这些特警藏在哪里，蛮危险的啊！啊，这边有好几台这种很像库姆马哎，可是库姆马有办法开下去吗？这库姆马感觉很安全哎，有没有？哪里一直饿叫啦？哇塞，我要这一台。不买，但是这台有办法看下去吗？至少我之后就不用怕那个抢物资的时候就没问题了。他们现在在找，哇，找到，我们竟然完了，应该用小枪才对啊！这可以开下去吗？直接冲下去喽！哇，这边人来多了。好家伙，我有哭嘛！快开门！飞弹不要射我，不要射我！哇，走喽！哇，哦，这台车快烂了！我大丰收啊，赚到一台酷嘛！哇塞，有这一台我去抢物资无敌啦！有这一台没在怕抢物资啊，赚到一台酷嘛！等一下，为什么前面有敌人来啊？他敢下车，我就射他。你没有防弹的车子，你敢跟我比？我还想跑。哦，来，我们把他车停好，这台车先停回来。怎么今天这么多那种敌对的那种幸存者啊？但是他这台车是好的，加减啊，我们把一堆好的车停过来。走了，我不想要载着尸体耶。这台我们也停这边，这样子我们这边就有好几台车了。然后再加上上面刚才有一台研磨，但是那研磨有点太远了，没关系，研磨不要了，一个人也没办法开这么多车嘛，对不对？来了，开着我们的这个去出任务喽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任务，旁边有一个任务。试一下这个库姆马的威力呀、啊！走喽！哇，这台车怎么那么快？它是改装过了库姆马吧？这库姆马速度颇快的、啊，但是怎么觉得这台车快坏了？走喽！哇，时间到了，没了，物资没了。这边看一下这边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？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有一台这个？有一台研磨。走开啦！太多人了吧？当然抢物资是一回事啊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必须要那个把这个基地给攻占下来。基地是在这个地方，一样我们从后头去进行。走了，可是刚才看里面特警超级多哎、欸，要一个一个把它杀掉，也不是这么简单吼。走开！但是我现在有这一台啊，没在怕、啊。就怕他把飞弹给炸过来就 GG 了、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从后头去进行啊。坦克车里面是有人是不是？还是我们把他坦克车干过来？来，我们一样去二楼，二楼感觉比较安全。僵尸不要跟过来，不要跟过来，走开！一样从这个地方。他后面的警力其实都被我解决的差不多了。好。
车先停在这边。哇塞，怎么会有？等等等，先躲车上，先躲车上。哇，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我们每周三、每周六晚上7点见，拜拜。